慢要怎么干？那台阶就得上夹子，你还不如他敲地吗？敲地，他速度很快。这面我估计啊，我估计是面也是准的。得打，确实是一个生活也过一下。嗯，这个口一下吧，这个你不然的话，我估计这没有品质。稍微能那个的，比那个能比你。你看这边知道吗？它这个软性知道吗？把那个后面那个刷边机就给它卸了。把那刷边。